你好，这里是 NCT， 现在用 F5000L 录制 NV 系列监控卡，操作过程。首先为您介绍中速球，可上下左右。拉远拉近。系统设定内有系统参数、使用者管理。使用者管理里面可允许调整很许多设定。录影及自动录影参数设定，内有影像属性。品质及录影参数，自动录影设定，位移警报录影设定，录影感应器设定，旋转台设定，网路设定。警报通知，哦，这改变了，哼哼。录影回放内可选择四路回放、九路回放、十六路回放，选择好你所要的摄影机后，按下播放键。可在时间列上点选你所想要看的时间。也可以由上面的时间列按下放大镜，变为每10分钟一小段。